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38页，我们从第二行看起。前面跟我们说的地狱有三大类，第一大类根本地狱，乃八大地狱即八寒地狱，我们看这些。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，一名八热地狱啊。通常我们讲八寒八热啊，这是根本地狱。占卜州地下，占卜州是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知道地球的核心是火啊，温度非常高啊，不亚于太阳的表面。那么占卜州地下500有星，这是举例，从地面往下去，经历500有星，有星是印度，计算长度的单位，啊，大有星60里，中有星50里，小有星40里。啊，那么他们计算居里没有说中小，肯定就是大有星。那么地狱名字叫灯火啊，这个八个地狱就是八热啊，从事依次而下至第八，第八叫无间。此八欲乃层层树立，树立这欲啊，也就是上下越往地的核心越苦啊，这是我们能体会得到的，因为地心是一团火，温度达到极处了，往上面一层，它的温度就减少一些，啊，一直到地球表面，我们在我们人道来看呢，
这正常化了，人类可以居住。那么这个八语啊，这是层层梳理，居啊，这是依据居士论，监考参考大论、大智度论啊，这里面都有说，说从事啊，这个词八语为等活。彼中罪人，欲种种浊次魔道，这都是刑具。苦集生死，啊，受这种惩罚，啊，刀砍，石磨。这是古时候的些兵器，他都要受啊，苦其生死了，冷风一吹呀，他又活了，说皮肉还生，等于前活，所以叫等活，是这个意思。风一吹，他又活了，活了再受，永远没有停止。他地狱罪满了，出地狱了，这种现象才止住，没有离开地狱，永远受罪啊！所以说，一日一夜了，万死万生，是要死一万次，又要活一万次，再死一万次。那么地狱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地狱？大乘经里头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地狱是万法里面的一法，哪里来的？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自信里面万德万能，有染有净，啊，我们的念头、言行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染业里面。加上恶意，然是不善的，恶就是不善当中的不善。感召的地狱，真的。啊，我曾经去过章太炎活在世间的时候。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期间不长，只有一个月，代理判官的地位很高，相当于现在所讲的秘书长。那么他很慈悲，他是佛教徒，跟东岳大帝建议，他地狱停水要炮烙，这个刑罚太残酷了。炮烙是什么？铜柱用火把它燃烧，烧红了，让人去醉醒去抱啊，抱这个铜柱。这都是淫欲的罪业，他这个太残忍了，不人道，
能不能废除？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，带他，你亲自到炮烙刑场里面去看，你去看看，回来再说。小鬼把他带到了，告诉他了，这个炮烙的刑具就在你面前，他看不见。忽然想到经典里面所说的，地狱只有两种人能看到，一个是菩萨，一个是有罪的人，完全是他的罪业变现出来的。与阎罗王不相干，与东岳大帝也不相干。所以东岳大帝对这个事情也无能为力，自己不善的念头是变的了。正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于是我们自己要清楚，清楚之后不会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有罪呀，那造孽呀。不管别人是一定要赖在人头上，这个不可以的。所以地狱不是神制造的，不与阎罗王不相干，与鬼王也不相干，与佛菩萨通通不相干，与神仙也不相干。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所以章太炎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只是感叹了，不再说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要注意。佛说得很清楚，三恶道的业因，恶鬼道贪心。贪婪堕鬼道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，是自己造的业呀。所以这个三种都是恶道，三恶道。佛教给我们，我们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许苦，有贪心，有嗔恚，有疑惑，疑惑是畜生道，怀疑。那我们习气很深，真是无量劫来养成的习气，这一生的人生，可是三恶道的业因常常犯的，不知不觉，动无明，一般用无明的代表，无明是什么？就是贪嗔痴，傲慢、怀疑。我们在一起学习，我常常提醒大家，贪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从根下手，情执，贪离不开情执，这个东西要淡的，越淡越好，断很难，因为你能够断掉贪嗔痴，你就证阿罗汉了，这不容易，一定要淡化。我们念佛人对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，功夫就进步了。
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完全是念佛功夫的前身，这与这个有关系。淡，功夫就深；浓，功夫就浅。啊，影响你往生的品位。啊，在哪里修呢？最好的道场就是人死环境，我们跟人相处要学菩萨，修六波罗蜜啊，布施，布施是放下，啊，持戒，根本戒，三规五戒十善，这是根本。戒律再多，不离开根本。啊，大乘八万为一。通通都是从十善开出来的，十善是总纲领。啊，所以大乘把它开成八万四千，小乘把它开展为三千，叫三千为一。合起来十善业，我们抓住纲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要学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恶口，不欺。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海贤老和尚做得很彻底。持戒精严啊，他没有念过书啊，他没有学过戒。啊，只是在受戒的时候，戒坛上，啊，师父给他讲的沙弥律仪，啊，三规五戒、八关斋戒教的这些东西，他一生能够奉行，不违背。那，没有上过戒律的课啊。啊，这个要懂。啊，他六波罗蜜做得很好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精进，啊，这个，禅定般若。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，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，恭敬心没有失掉啊！啊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，他永远能保持，这是修行的功夫。啊，这就是往生的品位，他修得太圆满了。啊，所以他往生是上辈上上品往生。
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发生大事啊。啊，就是大乘教里面一般称之为成佛了，真成佛了，分真即佛，而且分真里面是高，位次高的。啊，一般大乘讲八地以上，他是这个位次往生啊。不是普通位次。啊，一生就一句佛号，一切念头全归佛号。啊，起心动念佛号，言语造作佛也是佛号，从来没有丢失过。人家一生成佛，就凭这个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心还有贪欲，还有不平，还有怨恨，啊，这些东西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就是没有把它念除掉放下，就是不得力，它障碍我们往生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送往生就作念啊，不能碰到往生人的他睡的那个床，不可以碰到啊，你总要给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别碰他。为什么？碰他，他感到很痛苦。啊，人在感到很痛苦的时候，往往信念就失掉了。啊，怨恨心生起来了。信念失掉了，不能往生；怨恨生起来了，就堕地狱了。那这个送往生的不是把他送到极乐世界，把他送到地狱去了，关系可大了啊！你把他送到地狱，他对你怨恨的，他要报复啊，这就变成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啊、佛的话一定要听，一定要记在心上，决定不能违背。我们这一生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祖师的话，古圣前贤的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朱金洲老居士不会骗我们。啊，老人。有学问，有阅历，他看得多，听得多，那讲给我们听，就是给我们上课。我们学了之后，在生活当中要提高警惕，绝不犯错误。等候
这是根本地狱里头最轻的。啊，他受的苦你看看。浊。刺。这是刀砍。啊，木。比刀砍难受啊。啊，现在看的机会少了，完全机械化了。啊，抗战时候，中国社会非常落后。啊，过的总是两百年前的那种生活。有磨，家家都有石磨。啊，最平常的是磨豆浆。啊，磨辣椒酱。都全是自己干。啊，乡下人吃什么通通是自给自足。啊，斩这是用刀。啊，这个磨刀。啊，这都说的是刑法。那么第二，黑神地狱，先以黑神覆罪人之体，然后斩居。啊，像从前的木匠，现在木匠不用黑神了。以前，他要锯一个木头板，先要用神木。啊，他有个木斗。里面一根绳子，这个小时候我们见过。啊，那一边有个锥子，把这个线拉直，弹一条线，照这个来锯，不会锯错。啊，那么这个黑绳呢？黑绳就是黑木绳，量人的身体，然后再依照这个。量的这个黑绳呢，来锯。啊，来斩，来锯。比前面更苦一点。啊，第三种呢，众惑地狱。众惑是很多的刑具。啊，众多苦聚就是刑聚，同时必生啊，祸当相害啊，不是一个很多这个都是地狱相情啊，所以人不可以跟人结怨。结怨报仇人多了，众惑地狱现前。那我们出家之后，比我早一届的广化法师，啊，他大概是早两三年受戒，早晚两三年。出家之后不错，他办了个佛学院，在台中大坑。我在那个佛学院教过三年书。那所以跟光化师很熟。那光化师告诉我，他是军人。啊，军需管财务的，管财务有钱呢，用钱方便呢。
啊，在那一段时间当中，他每一天吃一只鸡，大概吃了几百只啊，一天一只。出家之后，有一天洗澡，看到洗这个浴室里头很多鸡飞来飞去，他就到处躲，啊，结果滑了一跤，腿跌断了，一生要用支架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这个是重业轻报啊！啊，没有要他命啊！啊，他出家了，啊，天天持戒持得不错，啊，天天修忏悔，还是免不了冤亲债主不饶他了。让他残废也啊，晚年的时候，就是临终之前，好像是前一年还是半年，很近来见过一次我一次，坐轮椅啊，很可怜。流鼻涕，流口水，我看到很难过。那出家业力为什么转过来？心量不够啊！造的重业，要发大愿心。啊，真正发大菩提心，不能为自己，为正法，为苦难众生，就能够化解。啊，所以消业业是可以消得掉的，不是消不掉的。啊，他对于经教很通达，啊，持戒很严格。啊，戒律方面的典籍下过功夫，他讲戒律，在台湾那个时候讲戒律的人太少了。啊，他是我认识早一个。啊，现在讲戒律的过去。都非常难得。业因果报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稍稍留意都看到了。那是众祸地狱，众多苦聚，非常可怕。一起来第四个，号角地狱，比喻众苦。啊，这是从受苦叫唤啊发出，冤叫。啊，人在受疾苦的时候，啊，会叫号叫啊，大叫唤地狱，比前面受的苦严重，啊，大声痛苦啊，
那第六呢，炎热地狱，火水升起。无论他看到哪里，都看到火光，到处躲避，没有地方好躲。所以炎直直是烧得很猛烈，周围酷热难看。这叫八热地狱。第七，大热地狱，热中之极，大热。那么现在是这个大热地狱，我们也听到信息，爱因斯坦附体透的信息，他发明了原子弹，就是这个罪，堕到无间地狱。这个地狱名称叫海豹地狱，海豹那是大热。热中之气核爆在它这个范围之内，所有细菌都灭亡了，那人的身体怎么可能存在？人身体的细胞都变成灰尘。灰尘，那么死人死了，风一吹，他又活过来了，在第二次爆炸，第三次爆炸，那个核子弹一个接着一个爆炸，没有停止的，所以他附体。告诉世人，决定不能发动核武战争。发动核武战争的人，执行轰炸的人，将来在地狱要受跟他的罪相同。这大热地狱。大热地狱还无间，没有间隔，受苦无间了。所以警告世人。他说他前世是中国人。这一世到西方投身。做了西方人。人很聪明，变成科学家。没有想到发明核武，替自己造成无间地狱。地藏菩萨带来透个信息，马上再回去，受苦无间的。让他自己附体现身说法，我们听了，这又说警惕。看这些地狱状况，我们要相信他真有，他不是假的。我整理一本书，注经佛说地狱纪要，这个里头有
25种经论都讲的地狱，比玉历宝钞讲的更清楚。啊，我很希望将来有画家能够依照这部书画一幅地狱变相图。啊，过去江一兹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是根据道教玉历宝钞画出来的。啊，以那个为主。啊，佛经里头有。因为道教的地狱，这个因果教育，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好的影响，所以佛门对这个就疏忽了，啊，有道教在教就行了，啊，道教地狱说的详细，佛说的更详细。道教地狱里面有一些有果，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。啊，佛经上的因果说得很清楚。啊，值得做这个功夫。啊，特别是在先前这个时代，非常值得去宣扬这部经典。啊，那么这也是个汇集分。啊，20多种不同经论在里面揭露出来的。我们看底下一段。以上8大地狱之外，更有8寒地狱，跟这个相反的8寒。热受不了，冷也受不了。啊，依次狠烈，前面8热是竖烈，这是狠烈。啊，第一个，额不脱。是梵文音译过来的，啊，中国意思是泡，水泡，严寒逼身，体上生泡，我们中国人叫冻疮，啊，冻疮到严重的时候，皮肉都会裂开。那人很痛苦，那体上生泡啊，那第二个，泥拉不脱，极寒必生，体分泡裂，这是。身上这些鞭炮裂开了，啊，痛苦难忍了。第三个火辘辘，这是从冷口中所发出的声音。啊，我们真讲冻坏了。那阿婆婆跟前面意思相同，更严重。啊，一个比一个严重。第五个活活婆，都是从他口里面在冷冻时候发出的声音。
第六个瓦波罗，瓦波罗是青莲花，严寒逼迫，身份直烈如青莲花。这个皮肤冻裂开了。像莲花一般一般的，苦恼极处啊！我们再看底下。第七个，波特姆，红莲花，身体冻得裂开，像红莲花一样。前面是青色的，在严重的时候就变成红色的。最后第八个，摩诃波特罗。大红莲花，这个人身体裂开的像大红莲花一样，不成人形了。上面所说的根本的有这个十六种八寒八热。那么下面呢，要给我们介绍第二种禁边地狱，第三种孤独地狱。这个果报比前面轻。这第二类叫十六有增地狱，是八大地狱中每一个地狱，这个大地狱皆有四门。这个地狱好像是一个城一样，像一个监牢，大的监牢狱。它有四门，每一门外呢都有四个附属它的地狱。叫附增四狱，有四个。第一个，唐威增，这是什么？现在人很少见。我们小时候做小孩的时候，在地上去挖芋头，挖番薯，挖回来怎么吃呢？冬天烤火，就放在火炉灰，把那个热的灰呀把它盖起来，大概两三个小时，就熟透了。这个是，那人也是这样的，罪人是用热的灰把它捂起来，这个很苦。我们在意大利看到在罗马城看到庞贝城，那是被火山灰盖住了。火山距离它那不远，好像5公里的路。我们去参观过，这个城整个被火山灰
卖掉了。当时城里头4000多人，没有一个生还的。那个情形呢，就此地讲的堂位被火山灰盖住了。多少年之后，这个后人把火山灰把它挖了，挖走，这个城出现了，里面许多人当时死的那种样子，现在作为标本，到那边的时候，游客都能看到。火山可怕。这就是复真寺院里头第一个第二个十分真分已经很难闻了，还十分你就想更难受了。第三种呢，锋刃，最锋利的刀刀山剑树第四个烈火，是火水，但是这个水烧热了，烧开了，人要到这个里面去。一到这个热火，人都煮熟了。一门有这四语，四门合起来16处，这叫做16有增地狱。八大地狱合计呢，就128处。这也叫禁边地狱。他附带的、附属的，第三类的是孤独地狱。这个收报是最轻的。在山间，或是旷野，或是树下，或是空中，其类无数受苦无量。地狱苦果，其最重处，一日之中84000生死尽皆无量。这一句太可怕了。一天万死万生，不是84000生死。死了，风一吹就活了，恢复原状，叫等活嘛。活的时候再经历这些地狱，这又死了，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，生死不休，没有休止要经多长的时间呢？要经济。这个戒没有说大戒、小戒、中戒，通常用一个戒都是大戒。这个大戒的时间可长。佛弘纪云：作上品无逆十恶者，感知。刮胡里头念老注解的，指最极恶逆者，你是叛逆。从前
不孝父母，背师叛道，这属于你。啊，食恶业者，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，意贪嗔痴，充满了这食恶。啊，食恶具足的都是地狱。啊，这一句是说的是因。卧倒里面最苦的。再看第二段，卧轨。大乘一章第八卷曰：亦从他求故，名卧轨。啊，轨求别人。不食他的饮食啊，所以叫恶鬼。又常积蓄啊，常是经常，他得不到饮食啊，故名为恶。他在饥饿的状态。能够得到饮食的很少很少，没有缘得到饮食啊，这是业报啊。为什么没有缘他得到饮食放到口里面就被火烧焦了，口中吐出来的火恐怯多畏，故名为鬼啊。恐是恐怖，怯是胆小啊。所以实实在在讲谚语，说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，人怕鬼，鬼也怕人。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。鬼怕人比人怕鬼严重多了啊，这很多人不知道啊。啊，晚上怕鬼，自己吓自己。啊，你要是撞上胆，鬼怕你。啊，鬼碰到人他要回避菩萨论云：鬼者为也，有虚且多畏啊，又为也，能令他畏其畏啊，这叫人怕鬼。又希求名鬼，为彼恶鬼恒从他人，希求饮食以获性命。啊，他求人布施。啊，没有人布施的时候，他得不到饮食。啊，底下说，啊，这个诱人，有说饥渴憎苦，名为鬼。啊，憎是憎甚呢？啊，我们想过分呢，有比饥且，感饥渴也。啊，这个集结是什么？贪啊，贪心都恶鬼啊！啊，在世间积财
这最普遍的啊，即粮食啊，日常生活必需品，别人缺乏，他有多余啊？这就增长贪心啊！贪心生活规律性。今百千岁不得闻水面，岂能得见啊？他看不到水，看不到食物啊，匡扶得足。所以常常在饥饿的状态之下，那么有时候被驱一股命归啊，这是诸天有神通啊，把这些鬼当作奴仆来看待，为他服务啊，所以去以持走，就是为他服务。此道啊，一边住去啊，归在哪里？无道统统有，是有福德者呢，做山林中庙神啊，山神、土地神，这是有福德的。啊，没有福德的就是恶鬼，有福德的有人祭祀他啊，山神庙、土地庙，初一十五有人去祭祀拜拜啊，鬼道里面一天是人间一个月，鬼的寿命长啊！啊，我们人间寿命短了，啊，地狱的寿命就更长。地狱一天，人间千万年呢。啊，所以这些地方啊，去很容易，出来很难。你要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个地方决定去不得。佛慈悲，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你要不相信，依然造这个业，就错了。啊，不能有贪心的。贪心变恶鬼啊，啊，没有福德的呢，居不进出，不得饮食，长寿变大，田禾塞海，受苦无量。啊，居住地方都是很肮脏的地方，他没有福报啊，得不到饮食，没有得不到水，得不到食物啊，还要常常受鞭打啊，有一些鬼王有福德的奴役这些没有福报的啊，像人间富贵人家
啊，他们的奴仆很多，奴仆没有福德。轨道行星跟这个差不多，啊，还有田禾色海，啊，这都是鬼神所做的事情，啊，把这些轨道众生用他们来田禾，来色海，《福鸿记》里面说，下品污逆食物者感知，堕恶鬼道啊！啊，下品、上品是最重的，造的恶业最重；下品是造恶业轻的，你看。执恶念中之最轻者，堕恶鬼道。啊，畜生道心仪的叫旁生。啊，佛经上说旁生就是畜生道。心菩萨论啊，心毗菩萨论云：其行旁，故行一旁。它的形状不正、不端正，所以它所行的也不端正。以行旁故，形状一旁。故名旁生，这旁的意思呢，横也，不正。会说云：此道啊，便在诸处，披毛戴裘，鳞甲羽毛，四足多足，有足无足，水陆空行，互相吞啖，受苦无量。这些呢，佛经里说，做中品无逆食物者感知，叫堕畜生道。啊，那么在大乘经里，佛常常说，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。啊，贪欲堕恶鬼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用恶逆受恶，全是造恶逆受恶，造的最严重的地狱去了。啊，造的众人。嗔恨心深重啊！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长辈，没有伦常道德了，果报都在三途。那这个地方把地狱魔鬼畜生介绍了，那我们不可以造无逆罪，无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阿罗汉代表老师啊，触佛身学，
破惑惑身，那我在早年住在台北的时候，有一位佛门老居士赵默林，赵老居士的年龄跟李老师年龄差不多，他们都是皈依印光大师的，专修净土的。有一天老居士请我吃饭，我还记得在台北火车站旁边功德林，我到功德林去应供啊，一看客人就我一个，主人就他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啊，叫了两个菜，赵老问我，我说景文法师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。我说不敢当，老前辈呀。我说什么问题？他说现在造无逆罪的人呢，杀父杀母不懂，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老师代表了，也不同。触佛身学，佛不在世，不可能。问题是破惑惑身，批评出家人，毁谤出家人，这个造地狱罪啊，这怎么办？我听了之后了，我说怎么吃饭？欢欢喜喜吃这些饭。我反过来问他，我说你老人家年岁比我大，入佛门比我早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活活生？我这一问他醒过来，哈哈大笑了，没有活活生。现在出家人是一个小庙，两个出家人都打架了，都吵嘴啊，没有合伙啊。所以你回报他，你批评他，没那么重的罪。如果真的合伙神，经上讲四个人在一起修六合敬，那要回报他最集中了。现在找不到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说你想想看，你一生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活活生的？他想了半天，真的没有。不要别人回报，自己都打架。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，真正是活活生的四个人以上这小团体不能回报，它代表正法正法，释迦牟尼佛是在正法，正法的标准是什么？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有正果的，四个具足这正法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修行，没有正果，这叫相法。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没有修行，叫末法。
么讲经听经都没有了，就灭法了，法就没有了。啊，这话是经上说的。啊，佛的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，现在的法快要灭了，灭法的边缘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劝人讲经，劝人讲经也不肯了。劝自己，我们自己出来。啊，讲经的人越多，啊，听众不管多少，把佛的末法留住，不要让法灭掉。啊，所以劝人不如劝自己。啊，这个功德就很大了。让释迦牟尼的末法能够多住几年。啊，那么净土宗，我说过几次，净土宗没有末法。啊，为什么？它容易简单。净土宗里头有讲经、有听经、有念佛的人。有往生的人，往生就是正果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净土宗是永远是正法，啊，四种都有嘛，讲经、听经、念佛、往生。这个法门不可思议，这个法门肯定维持到释迦牟尼佛法运的末期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，啊，标准，这个标准非常的好，信结行证具足。正法啊，信结行证里头没有证，是相法；没有行，是末法；没有信，现在快到没有信了。学佛的人对佛不相信，有怀疑。啊，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有怀疑，对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有怀疑，那怎么办？这就灭法了。啊，所以海贤老和尚在这个时代给我们表法，为我们作证，证明什么？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从哪里看出来？我们相信他不会骗人，他没有明文理呀。他说的话是真话。他说他曾经多次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求阿弥陀佛是跟阿弥陀佛见面了，要求佛陀带他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佛不带他去，告诉他你修得很好，修得不错，希望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表法给大家看。啊，表法就做好榜样给学佛的人看。
学佛要像你这样才叫学佛，修净土求往生要像你这样子才能真正的往生，不要这个法了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20岁出家就念第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，112岁。佛接引他往生，没有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思苦，自在往生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我们要知道，啊，前面这一愿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摆脱三恶道。如果不能往生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不管你念不念佛，你学不学佛，来生呢，决定是大多数果报都在三途，就是魔鬼地狱出生，无法避免的。我们从哪里看？从习气看。其实不知不觉你的贪嗔痴慢疑出来了啊，贪嗔痴慢疑，佛说地狱五条根啊，你有一条他就把你拉到地狱去了，五条都有哪得了，就这样，我们自己要清楚有没有真有？怎么办？念佛求往生。啊，极乐世界很容易去，只要你真正肯相信，真正发愿求生，你就决定得生。这个话，藕益大师说的，决定不是假话。藕益大师是晋宗第9代的祖师，绝对不会骗我们，我们要相信啊，决定不能怀疑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啊，根二，永离我取，那不堕我取云，那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了，给你保证。那这段经文，我们念一遍。所有一切众生，以及阎摩罗界，三恶道中，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复更堕我趣。后面是总结，得是愿呢，乃作佛。不得誓愿，不取无上正觉。阿弥陀佛在他老师面前，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，
面前发的这个誓愿呢，我的愿要兑现了，成就了，我才成佛。如果我这个愿不能成就，我决定不成佛，不取无上正觉，就是不成佛。那么他现在成佛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四十八愿愿愿在极乐世界都兑现了，法藏成佛了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看注解，耶摩罗揭者，指耶摩罗王的世界。耶摩罗在佛经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翻译，下面说又作耶摩。底下一个还是阎摩，阎罗，阎摩罗，啊，这么多名词，都是说一个一桩事情，啊，以为父，把它翻译，啊，说神所。捆绑罪人的意思。那阎摩罗王呢？意思意义为平等王，也就是说，他断案子公平，没有冤枉人的。那是此王登陆，治理世间生死罪福之业。主守地狱，罢寒罢热，及其眷属住小狱等，决断善恶，一时归处于无趣中，追逆罪人，垂考治罚，更无休息。这是佛门里面经典一般的解释啊，我们中国通常人称为阎王，地藏经上有阎王殿啊，城隍庙阎王殿里面供奉的就是阎罗王，阎罗王十个十殿阎王啊，每个阎王专门管一些事物啊，人死了之后造作罪业都要通过阎罗王的惩罚啊，这是因果报应。那我们读到这些地方，自然就想到朱金洲老居士给我们讲的故事，那就是他的老药丈章太炎先生，啊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啊，活的时候做的。那一个月他很辛苦，白天在人间上班，晚上要到东岳大帝那里去办事，啊，日夜都繁忙，啊，好在期限只有一个月，啊，这一个月他确实对阴曹地府的事情搞得很清楚。
亲眼所看，亲耳所闻，肯定了，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。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，不是哪一个人建造的，是你自心里面有这些不善的业，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。阎罗王有，是你的不善念头所感，他就来了，你就看到他的宫殿，你就看到他的心法。所以这个王名号很好，平等王。他绝对不会冤枉一个人。他管辖这些地狱，地狱不是他造的，是受报的人业力变现出来的。八寒八日，及其眷属，这就是十六游尊地狱。还有一些小地狱，他决断善恶，一时归足，在无趣中，说无趣，没有阿修罗，天人，地狱魔鬼出生，阿修罗在哪一道就归于哪一道是，在人道称他是人，在天道称他是天，无趣里面只有地狱道没有阿修罗，鬼道有，畜生道有，天人鬼畜这四道都有阿修罗。如果单讲六道呢？六道有阿修罗，那个阿修罗专指天道。他跟天神一样，就是天人慈悲，他傲慢、嫉妒、障碍。这他干的事情，好胜好斗，下面念老举三起经，经文上有这么一段话：降伏阎魔王，随业而受报，甚因生善道，我业多念，因你是地狱。这就是人命中之后到哪里去了？到阎罗王那去了。为什么你会去？你的业报通常有小鬼，人要是造作不善业，有小鬼来抓这个人，把这个人带去见阎罗王。如果造的是大恶，小鬼还不敢去抓他。再有无常大鬼，无常出现都是一对的，没有单个的，黑白无常。
受报啊，阎罗王来判断啊，圣因你这有个人在世断恶修善，心行殊胜啊，阎罗王把你送到善道、人道、天道。如果你造的是恶业，那就把你送到地狱。又以双亡，阎摩罗王也翻译为双亡，为什么？兄姐妹兄妹都是地狱王，兄之男士，妹离女士，所以叫双亡。男众死了以后见阎罗王是男的，女众死了以后见阎罗王是女的。阎摩罗界就是阎摩罗王他所管的世界。居舍论里的说，阎摩王国于此占卜周下过500余善道，原来就是有心由阎摩王国纵广量一耳，从此辗转散居于处这是居舍论里的所说的，在我们地球地下面500余行，那个地方是阎罗王所管辖的区地区，纵广量一耳，那个量就是500余行。阎摩罗王管的地方不小。那么从此辗转的散去于处，地狱，有在地下的，有在海边的，有在山林的，还有在空中的。罪越来越轻。可是我们要记住，时间很长很长。又长阿含经里面地狱品，这里头是阎浮提难，这是我们地球，阎浮提是我们地球。大金刚山内有阎摩罗宫，王所至处纵广6000余行。有阎摩罗王的宫殿，他在那个地方观下一切众生善恶的上法，那么善恶道又名三卧趣，又名三途，这都是佛经上常常看到的。
为一切众生造物所生之处，故名卧道。地狱卧归畜生三道，名三卧道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曰：“以诸欲因缘堕，坠堕三卧道，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落之念，这是因；外面呢，攀缘欲尽，这是缘。以此因缘起念造物，终堕卧道。”《法华经》的讲得很清楚。那随三卧道，是以一切欲望因缘而变现出这三道，这三道都不是真的。整个六道，甚至于十法界，都不是真的。海贤老和尚说得好：“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这是真的。其他全是假的。六道轮回是假的，设法界是假的，迷了，像做梦一样，梦中他没醒过来，醒不过来。痴迷了，把梦境当作真实，大错特错，在里面造无量业，不管你造善业恶业，统统出不来。怎样才能出来？不造业就出来了。有方法不造业，有佛菩萨教给我们，而且做给我们看了。断恶修善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就不造业。放在心上就造业了。佛法就这么简单，是大道至简。不复杂，不难了。只要你能够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。海贤老和尚告诉我：“这真的，这个不假了。身体在这个世界还没离开吗？那就要懂得随缘，不攀缘。随缘，恒顺众生。”随喜功德，永远随顺众生。我们表演给他看，随顺众生里面断恶修善，断恶。
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那是三善道。行善也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也是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不放在心上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，这就对了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不能不清楚。清楚之后，我们在这一世、一生、这一世就终结了，下一世不再搞轮回了，不再搞十法界了，永远超越，这是正道，这是正法。达不到这个目的，那都是邪道，不是正法。啊，所以你有因，你有缘，起念造我，众多我等。本章的第一章，第一章里头有两愿：故无我道愿，其不堕我趣愿。把这两愿摆在最前面。啊，其下第一愿曰：无有地狱，莫归畜生。云飞软动之类，这畜生道啊，禽兽跟这些小畜生，那过中无有三无道愿，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，故首两愿唯愿众生无苦啊，三无道那苦中之极也。这真苦，这一点都不假。佛菩萨慈悲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啊，三恶道是究竟苦，如何能够脱离三恶道？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。那我们要永远离开它。密教里的说，大悲为根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。那这离苦啊，诸佛如来用的是什么心？用的是大悲心，用的是菩提心。啊，大悲是怜悯众生，看到众生这么苦，不忍心呐，一定要帮助这些最苦众生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啊，菩提是觉悟，觉而不迷叫菩提。啊，所以菩萨有大悲心，菩萨有觉悟的心，
能自度，能度众生。啊，随方便为究竟。啊，随缘就是方便。啊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也就是最恰当的方法，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巧妙的方法，这都叫方便。那么究竟方便，无过于持名念佛。那世尊教导我们的，幸运之名，求生净土，这是究竟方便呐、不是一般的方便呐、又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曰：“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故愿各众永无我取。”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啊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难得人生遇到佛法啊，最难得的遇到究竟方便的佛法，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，都出现在我们这一代呀、我们这一代上面的人没见过。我们遇到了，我们首先遇到啊，这个福报多大，一定要珍惜。那一定要抓住这一生当中，一定要成就。不辜负自己，不辜负父母，不辜负祖宗，不辜负佛陀，不辜负历代祖师大德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